银杏，木质软硬适中，纹理细腻。佛家用其雕刻千手观音，栩栩如生。尤其佛像指甲微薄如针，故银杏又名佛指甲。这是一棵尺数寸红的银杏树，挺立在淀山湖畔已经千年的时光，历来便是往来船只的天然航标。这里是位于青浦区朱家角镇淀峰村的报国寺寺院。关于这棵银杏树，寺院里年纪最大的法师也不知道是何人所种，但其身上的痕迹见证了他千年里所经历的风风雨雨。千年间，这棵银杏树曾经遭遇过多次劫难，但几经劫灰与沧桑，却依然挺拔至今。僧人们都说这是佛祖的庇护，是他对于世人所做贡献的回馈。每天清晨，昌智法师都会来到银杏树下，开始清扫落叶。虽说昌智法师如今已是寺院的住持，可不论寺院如何发展，这份工作一直是由他亲自来做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份工作有着别样的意义。昌智法师自幼参禅学法，在这棵经历过沧海桑田的银杏树身上，他能够感受到一种别样的禅意，看破生死与尘埃，无视名利与富贵。银杏尚能扎根一个地方千年，自己为何不能用一生的时间去守护寺庙？虽说山上山下只隔了几公里的路，可这银杏树却仿佛有着别样的力量，把红尘与净土从此一分为二。龙善是这座寺庙里最年轻的法师，他年幼之时便喜欢在银杏树下诵佛念经。5年前，他离开寺院前进去参学。不在寺院的时候，最令他想念的，除了他的师父昌智法师外，便是这棵自幼伴他读书的银杏树。对于他来说，银杏与师父都是他生命航行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航标。2017年5月，如同即将来临的酷暑一般，报国寺的僧众即将经历一场以往岁月中从未有过的历练。当初我们一开始行脚到九华山的时候啊，我是一个发愿，因为我们报国寺的，我们张景龙路城的第三次工程啊，就是我们大雄宝殿，因为我们的主堂要开工建设，因为在这个没有开工之前啊，我想就是行脚祈求佛菩萨的加倍，就是我们的工程啊平安，就是说是我发愿就是行脚到九华山。从青浦到九华山，报国寺的僧众用19个日日夜夜去坚定自己的信仰，用400多公里的行程去丈量生命的长度。信仰与磨难，生命与救赎，从来都是相伴相生，未曾分离。我们作为我们一个出家人，就是我们行脚执行了佛陀的一个精神，一个苦修的精神。那我们居士行脚回来一个，就增加了他们的一个信仰，觉得这个很神圣。此时已是暮秋时节，银杏树叶
开始变黄飘落。虽然最美的景色仅仅只能持续半个月，但花飘花落千年已然成了不灭的风景。而这对龙扇来说，却是一种要终生去参悟的佛禅。师父曾说，这世上最美的东西便是事物的凋零。银杏也好，人生也罢，说到底都是时间的流逝。银杏可以长存千年，人生却只有短短数十载。银杏千年只飘落叶，而我们一生只修佛禅。昌智法师曾对龙善说过，报国寺与银杏树的故事是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修行的门。龙善不明白，一座寺庙的历史与佛与禅又有什么样的联系？据说，当年报国寺的前身光王庙便是依树而建。根据历史资料，光王庙建造于明末年代。传说当时来往船只过淀山湖经常发生事故，为求得太平无事，顺利渡过淀山湖，有几名船夫纤夫自发修建光王庙，向往来船户募画。就这样，一点一滴，日积月累，最终造成了光王庙。后来，光王庙经历300余年的历史长河，发展成为寺院。当时的真禅法师为表达对新中国落实宗教政策的感谢，将寺院名字命名为报国寺。而这棵银杏树也成了报国寺的护寺灵树。300年间庙廊改，空留压角半琼花。从无到有，从衰败到昌盛，靠的是坚持与毅力。龙善没有经历过光王庙的时代，但对他来说，自己的师父昌智法师也曾有过这样的善举。2016年，昌智法师为弘扬广结善缘、扶弱济贫的理念，倡导每人每天节省1元钱，以期聚沙成塔、广结善缘。这份毅力与坚持与300年前一心修建关帝庙的船夫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历史沉沦的背后，似乎冥冥之中有命运的车轮行驶的轨迹，银鼓无声，注视着寺庙的盛衰与轮回，草木有情，寄托着对生命的牵挂与沉思。文辉主任是这座寺庙内最为年长的居士，他的工作与寺庙里的法师有所不同。每天晚上，主任都会去巡视寺庙里大大小小的角落，确保寺庙的安全，而这一坐就坐了整整20年。师父曾经说过，事不能轻重，善不能大小，做一件事花了20年，可学佛法的路是要我们走一辈子的。我们想到云南去一个学校看一下，哦，那边生活条件太苦了。禅师说，哦哟，看了一下，他就买了几十套电脑过去，
把那个学校里啊有线装起来，资金啊都到位。刘昌之师傅他对文化事业比较有兴趣，在佛教界的话他功德无量，能够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。昌之师傅他有个原想，就是公益为主，也不是说建设把这个款项来建设寺庙为主，但我是很佩服他的。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对跟他从小的修行，从小就进入佛教界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点。保国寺的整个这个感觉我非常喜欢，那尤其是这里有一棵大树，另外呢还有一个这里的住持昌之师傅啊，那我觉得我们都有共同的想法，就是把这个文化传承下来。一砖一瓦，一扇一念，昌之法师把自己对佛的信念，对生命的敬仰融入到自己的行动中。只有经历过布施与拯救，才有丰富与圆满。昌智说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善，只是无人去引导，自己愿做这个引路人。可以，我们的佛弟子要多做善事，要报恩，要懂得感恩，感恩社会，回报社会。报国寺内的银杏树何人所种，早已无据可考。每年深秋，落叶入花，像是在回报这座寺庙对于世人的布施。他在这里植根发旺，建成参天之势。千年的造化，成就了银杏树参天的姿态。而赋予他生命的，却是这所寺庙里慈悲为怀的僧众。银杏给寺院以灵性，而寺院则给银杏以厚重。在岁月的沧桑里，银杏树默默地注视着过往的一颗颗沧桑的心。只有有心人才能仰视到他的佛光，才能在佛光里擦拭心中的尘埃，去珍视珍重生命，去将生命的困惑解释。昌智法师经常来到淀山湖畔眺望远方。自从报国寺的僧众来到之后，这淀山湖的龙王就蛰伏潭底，再无风浪。昌智相信，锁住他的是无量的慈悲和对生命的仰视。心声